欢迎收看国光帮忙。超级好吃的下酒菜让全场喝翻啦。你眼下这个是那个威士忌啤酒加威士忌的感觉，对，好，你把这一百块钱让这个干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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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卖茶，卖茶，大家不要太那个认真。那你演帅像什么呢？演帅像什么？演帅像啤酒加威士忌。我这点演技不是随随便便，绝对是像。今晚助理主持咪露，帮帮忙，帮忙！我倒酒啊，出来，倒酒，来，去个去个，哎，咪露，麻烦那个帮的来宾倒点酒。咪露，赶快倒咪露了嘛！谢谢谢谢。咪露，再去开一罐咪露了。对，好不好？咪露开咪露。但是咪露，你先告诉大家，我们今天要聊什么？我们今晚的主题是艺人最自豪的下酒菜哦。好，又到了我们这个做了很多次的下酒菜单元。每一次这个呢，我相信很多的观众在看这集是非常痛苦，因为我们播出是11点。会，不要怕，刚好12点啊，看完节目刚好去来一个宵夜，是不是？要不然现在巷口弄回来还来得及，对不对？啊，文忠，来，先请问各位，喝酒有什么特殊的喜好？喜好，喝酒我一定要这样做，这样吗？我一定会习惯把鞋子脱掉，盘腿坐。哇，不知道，我觉得在修行还是不是？我到哪里去？我觉得这样子我超放松的。就是你在浪局，你也会这样？我也会这样子。只要我啤酒也会这样吗？吃啤酒那就不会这样。吃啤酒都已经站着，都在站着到处喝啊。我们讲吃宵夜的时候，吃宵夜的时候这样做，你不觉得很舒服吗？对，放松，放松啊！做的那么硬这样子，是，对不对？是，我最喜欢这样做。那威武有什么特殊的习惯？特殊习惯是，只要说我那一天是穿牛仔裤出门，或者平底鞋，没有脱掉了。你会怎样？就是我就会开始大喝，就是我准备要喝醉的时候了。就是我今天跟你拼了。哦，那高跟鞋拿，我们先把跟折断。没有，但是我穿短裙的话，我就会变得会很拘束。拘束，对，就比如说怕穿帮啊，然后怕动作我们穿短裙去喝，我们也对，也怪怪的。喝到拘谨，自己把高跟鞋跟折断，比短裙长，然后短裙撕烂，对，哇，在桌上掉的嘞，就直接穿安全裤。你们先喝一点，我吗？对呀，先靠一杯啦，大家对讲两句，敬一下喽。好啦，哇，万绿丛中一点红。对啊，但你今天穿短裙是不是？不然牛仔裤给你换好了。对，让你喝开一点，因为小马要穿短裙比较好盘坐。对。毛病，喝酒有什么特殊喜好？我比较在乎的就是我那个杯子一定要稍微做记号。对，因为有时候大家喝多的时候可能喝醉，因为你太脏，不要弄给别人喝。对，但就是做个记号比较安全一点，就是自己还是拿。可是我觉得 B 哥现在有一个很好的那个习惯，他就是每天只要一喝酒的话，只要一碰到酒精，一点点酒精，他就打电话给老婆了。他刚刚已经打电话跟老婆讲说，哦，我今天不回去了。寝室导演，奇怪，国光帮他说今天这个要录2天。没有啊，我跟老婆报备说啊，那个节目等一下可能会喝点酒。对，连上节目都报备了。可以喝吗？这样好，这样好。对啊，目的是要刷刷，等一下录完了再去喝，你知道吗？没有，就说录节目喝。对对，录的。然后一直讲说小康哥约，还没录呢，他就一直灌我。对。OK， 这样是好的，好难得可以在节目上喝酒，真的开心的。哎呦，我尴尬。好，其实喝酒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下酒菜。今天我们满桌子下酒菜，是每一位我们的好朋友带来介绍给大家的。没错。那我们一样样吃，但是我个人认为哈，我们先把这个词
哎，这个不能等，口味不能等，这不能等，因为这有点深的东西在上面。对，来，是冷菜。这个要介绍一下，这个很近。这个是谁带来的？这围炉。哦，这套叫什么？这套叫做乌贼银山药。乌贼银山药啦。哪一个银啊？什么？哪一个银啊？银色的银啦。对，银色的银。应该是这个乌贼是银乌贼。对，因为它是从日本来的乌贼哦，然后它其实是腌过的，所以它是属于腌王啊，对，这个腌王啊，感谢主，对，杀进哇塞，腌制的食物哪有它狠？所以它这个对这个吃下去杀进去觉得没腌过，它这个小卷就是因为它有腌过，所以它有咸度，然后它加上山药的时候就会整个 match， 就是整个味道。这个乌贼本身没有抽烟了，要吃了，要吃了，对。来，试试看，试试看，快点。来，来，对，如何？还不错，对啊，适合下酒吗？对，这是非常适合下酒。哦，这适合喝清酒。吃了吃了，因为小马两个人已经先吃了。哎呦，好吃哦。消毒一下，消毒。这个是上海菜的做法，这个跟上海菜的腔哈，跟一个像一种豆啊，像一种豆类。它有一种软软的，有软壳的，然后但里面是一种植物的，那个味道很香，因为它腥，有点海鲜的腥味。可是加上山药之后呢，口感还不错，口感不错。这个在日本料理里面，这个东西还有味道更重。你有拿出来，一般人配酒啊，一般人会吃不惯。它那个拿出来已经是那种有个腥味，还有切丝海鲜味，他们叫修嘎啦。超浓的，有没有？对，居酒屋里面叫修嘎啦，它是没有山药，但是一丝一丝的小乌贼。对，但是你如果吃得惯，你会哇爱啊！你看它那个味觉跟它这个不知道你吃多的吧？对不对？看就是比如说啊聊，你看摆那边，然后等下再过一会再去吃一个，哦，爽，味道更不一样，好吃，是不是？对，厉害。好，那你吃喝酒，你觉得下酒菜你最喜欢吃什么？其实说实在，就在你面前那个，我就最喜欢的花生米。简单，因为一定要花生，因为我们常常去的时候，有些时候是屁股老屁股，有些个性哦，对，有些时候是小酒吧，老屁股臭光头，哇，对，而且臭光头就不用了，老屁股是小光头，小光头老屁股，而且你知道这种花生王，对。花生有炒辣的，干炒也不错，但是呢，有一种水煮的也很屌，加八角在里面的那种，香到软的，对，没有没有，你要敲大颗的那种花生那种，哇，跟你讲，刚才算水，那个是比吸毒还可怕。我今天带来我要介绍也是，因为我以前去一家店，就是名不经传的店，然后吃到这个猪肉之后，我发觉哎，怎么会那么好吃？哇塞，因为不知不觉我就可以把一盘特掉。猪肉可以弄。猪肉，讲到猪肉，我跟你讲，萨基努最厉害，萨基努是不是弄它？萨基努哦，鉴定一下，来，要抹一下里面那个油哦。那个时候麻油是吧？里面有麻油、酱油，有麦芽糖，对，有冰糖。如果没有看错的话，特调的。它现在已经是我们公司一个产品。这一只猪应该是六岁。而且他生前是因为忧郁症，胡说八道大王，有年哎，他上面有年轮，很老哎，看到他这表皮有没有？有熏的，他们吃山猪哦，山猪，这是你们的，我们现在公司的一个产品叫什么？散转猪，对，什么时候会出散转人？还没有哎，来吃一点，对，试一下，这是自己散转鸡之后，对，然后我们散转鸡有开发别的，有那个浙香鸡，我们就找浙香鸡，用干浙香鸡做的，还有辣味的。来，鹏哥别客气，试试看。而且这个重的麻油味，你先闻一下之后，然后配一下啤酒或是任何的酒，我都觉得还不错，很搭口，很搭哦。我觉得蛮好，蛮搭，哇，好香哦，蛮搭，而且肉一点都不柴，蛮搭，而且它还有出那个真空袋了，出门喝酒必备的。哦，对，一包。你打的也不是也带？没有，我带盐巴。OK 吗？刚刚来吃一下，对，好。哦，他搭配一口啤酒，专门挑着后腿的里脊肉，很契合。然后呢？对，这样，那油扮演很重要的角色，散转，真的散转很重要。发亮，你看这肉质在滴，有没有？而且我觉得它的油不会让你觉得很腻的感觉，完全不腻，是刚刚好的。然后整个是画龙点睛。像有些朋友呢，他们跟我们买完之后，他们回去就加了一点葱段，他们把葱段加起来，卷起来，叉子那个小牙签一叉，哎，有一番风味，也有一番风味。对，你要中间加小黄瓜也非常好吃，不好，可以增加它的脆度。对。我想指纹一下，这是我们回去自己切还是你切？我们已经切好了，而且我们
我们有分几百克、几百克、几百克，你可以自己跟我们挑选。嗯，然后呢，我们就直接送到你家，已经切好了。这个好吃，来，接下来毛病为我们介绍一个什么？我来介绍一下这个好了，这个叫做香蒜鲜虾，它那个。这个虾子呢？哎呦，这家老板好像也是我朋友哦，也是你老板，也是你的朋友。我看整个虾子造型，以前我常常跟他混在延吉街，对，然后他送过我球棒，对，为什么送什么球棒？就棒球棒，为什么送棒球棒？因为他很爱打棒球，对，他现在也是我们的棒球队的球员。哦，对，你只有穿球衣来吗？那时候我还在打球。OK， 那我们是好朋友了。以前我们棒球的，以前我们到这个老板店里呢，是他。今天他很喜欢钓鱼，是他今天钓到了什么鱼？他可能就煮出来，没有这样子。其实以前我家店常赊账，我今天有带账单来啊，没钱。那今天要还一下，而且这虾子可以整只吃。哦，其实我看到那个蒜酥，我已经那蒜酥其实下酒就已经这家店在天母，现在天母，而且开了很久那边，试试看，整个就是复古造型的，古色古香，对，古色古香，这个是纯台菜，哎，纯台菜，对，哦，就是哇，他这个蒜酥哦，什么娘的店，对，阿娘的店，他叫蒜酥啊，在这几道菜里面蒜酥了，但是真的很香。厉害！其实他以前在延吉街开店的时候，他就是少数霸里面菜特别好吃。对，嗯，然后我们就以前常混在那个地方。嗯，哇，看点，嗯，好香哦。那虾壳就整个都软软，整只吃就刚刚好。天哥，蒜头也是有青炸过，没有人在剥壳的啦。嗯，它壳是最好吃的。才要讲壳数啊。嗯，对啊。你这样对得起我们朋友？好吃。看到这个，我又想到一个喝酒我最爱的什么？我跟你讲，雷阿爸，哎，对，雷阿爸那超很辣，嗯，哇塞，那我跟你讲，那太屌了，太屌了，因为雷阿爸本身那个嚼劲很够，对，雷阿爸你就是这个嘛，那它很辣，然后又是高蛋挞，哇塞，太香了，什么酒都非常下酒，尤其那个雷阿爸，它那个唇边有没有？你把它爆炒到脆脆的，哇塞，那个黑黑的地方厉害。那个那时候我们吃炒螺肉都是配那个嘛，生蓉嘛，啊，生蓉出外景啊，鹏哥，哎，以前我们吃什么都配生蓉，对啊，罐头也是，以前我们两个吃饭，然后我们两个这样对吃，哎呦，所以坐下去就一人一罐生蓉，然后只有一锅汤，两个就这样，然后有的时候会有，因为我们在山上，有时候什么高山青菜，对，就这样，每天晚上。哇塞，我们那时候已经变生蓉通了，对，要不然就是那个罐头有两种，一个就是海底鸡，对，红烧鳗，对，红烧鳗，那个加热之后超好吃的啊，红烧鳗加热啊，海底鸡哦要吃水煮的，嗯，哦不要是油脂的，对，水煮的第一个呢它不胖，第二个你再配那个生的蒜头，哇塞。重大哥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有一道菜现烤的已经上来了，是吗？是吗？来，哇，今天这一道，哎呀，这怎么好意思？走，厉害了！哎呦，这谁介绍？哦，这道菜也是，哦，又是我朋友开的。哦，利友，这道的肉呢？白色是鸡肉，对，是鸡肉，他们都是鸡肉，上面是鸡肉姜整串这样子，芥末，我们先来，它有鸡肉跟鸡手，好，你们三个吃一串，好，好，谢谢。你看鸡肉横切面，它烤到是刚刚好的温度，哎，不能太熟，哎。那个看上去感觉它会很柴，对不对？对，吃起来绝对不会 juicy。海山你后面排骨，它这个是鸡肉，对不对？鸡肉，然后有淡淡的柠檬香啊，好 juicy 哦，对不对？你会觉得很柴，对不对？对，看起来就是看起来不怎么样的感觉，但是吃起来是软的，里面感觉好像台冬天来，有没有？雨水量丰沛，真的，一吃到就喷射，哇塞！很久了，帮我们服务已经就很快做好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哦，好吃，对，而且它里面瓦萨比好极味哦，嗯，它整个味道都带出来，真的很接面，这应该是属鸡柳啊，鸡柳。一只鸡肉两，对，哎呦，你看它很接面，是鸡胸，这个烤的人呢，绝对是要
火候要抓很好，因为它不能够烤，要不然就老了。它有一点要那个粉红色的状态，都把它拿起来。像我就不会控制火候的人，对对，所以烧的严重了。会像杀鸡奴就厉害，因为他打猎经常在，你知道。嗯，所以他对哪一个肉是长哪里什么，他很厉害。而且他们家的鸡胸是土鸡，对对，嗯，他们家鸡胸土鸡，所以他们基本上是可以烤七分熟就可以生吃的那一种。哦，不一定要烤到全熟，因为有些鸡可能不能烤全熟，因为它可能有打一些营养针或什么之类，生长激素，对那些之类，所以他们家的鸡是好的鸡，可以烤七分熟。好鸡，很嫩。杀鸡奴，杀鸡奴还没介绍，你要介绍啊这个。它不管是热的还是冷的，它都是真的哦。修根啊，修根啊！这个呢是我今天早上在这个北海岸的这个富基港呢去挑的。哎呦，哦，新鲜的。然后它的那个料理手法呢是刚开始就是处理好之后就先腌。是你做的吗？对，我做的。哎，谢谢谢谢。它是我自己做的，自己做的，自己做的，自己做。就我自己炒的。才华哦！你要不那你自己要先试看看。我常吃啊，加一个。然后有银筷子吗？没有毒啦，我就知道你会防人。试看看。对啊。然后你还好吧？没事吧？然后我在那个就是我有先用。你先怎样？我有腌好之后，然后过水。腌呐？对。然后再呢？过水。过水。用什么腌？盐巴。没有啦，就基本的米酒嘛，盐巴。嗯。然后还有蛋清。那你要腌多久？2分钟而已啊，就是稍微过一下，对不对？对啊 ，OK， 然后呢？然后就是去腥嘛，对，然后去腥完之后，然后过水穿烫起来，然后开始炒，蛮好吃的。然后就是厨房三宝，哦，就是那个爆香料，进去之后，然后再放我自己调的那个新香料。你有放迷迭香啊？这个里面总共有超过18种的，里面有迷迭香，味道很香啊。有一个香味，有一个香味，对不对？他把中西合并哦，是西方的味道哦。哦，好酷哦！哇塞，你 English very good。我只会讲一点点的中文，不要讲 passion。You are come from the other country, man。我跟你讲，你不要看杀鸡奴，杀鸡奴在做菜上面非常厉害哦，也著名。他做了很多很多的创意菜，真的很好很好。他不是只会做创，他不是只会做原住民，他做了很多很多。我觉得很厉害，很厉害，厉害。他不用做原住民啊，他本来就原住民。一杯啊，来来来来来。我觉得这道菜真的是去餐厅里面的话，如果我知道，我觉得会很意外，就是没想到是从他厨房里出来的。可是重点是，你在外面不会吃到，因为这是我自己的菜。好吃哦！在外面吃，你会觉得好吃。其实刚刚有另外一种鸡肉，对，是这是鸡手啊，鸡手就是鸡脖子。哦，叫鸡手子的肉，手也很好吃。刚刚那是鸡胸肉，这个是鸡手，这是不一样的。手脑手对，是脖子的那个手脊，那种取你手脊是吧？试试看。那这一串是什么了？也是鸡手，两个一样。我刚以为是，我看一下，这个是鸡腿肉，这个鸡腿肉，这个鸡腿肉，鸡腿肉。如果他今天是鸵鸟的话，应该是蛮残串的。就什么都有，对。对，这个肉好吃哎。好吃吗？姐姐。脖子的肉是好吃的，对，很嫩。所以为什么很多女孩子喜欢啃鸡脖子？对，它肉很嫩，但是然后又没有肥肉。对，其实，可是有些外面鸡脖子真的是最不能吃的，因为鸡九五家嘛，像有人打真的是打脖子。对对，没错没错。所以停，不能乱吃的。这边你都你干什么？倒那么多，你还是一次倒给我2杯了，你是有什么？恭喜你新居落成啊！你没有黑人朋友。哦，够了，够了。上就你。不是有打电话的可以了。因为他已经收走了哇，盛情难却啦，太多了啦，好开心哦！哇，不是你是当啤酒在倒的，你知道吗？不是酒醋小姐，酒醋小姐，大生意就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哦，厉害！嗯，而且我刚喝完这个，他过来，哎，你那个啤酒也喝一下，我快没有画面了。我快没有画面了，是是。你在干什么？哇，我吃点蒜酥啦，蒜酥。蒜酥真的很香。蒜酥就下酒了嘛，是那个蒜酥在爆，其实就要用那个比较高温的那个。这个最后拿去煮稀饭有多好吃，你知道吗？煮稀饭，厉害！你不要拿去炒饭，要煮稀饭。嗯，对，咸粥这个也没有，其实我从来没有看过你为了主持节目这样走来走去，真的，哎呀，今天特别激情啊，而且很自然，喝酒嘛，好，那你们坐一下啊，我去洗手间，喝酒不是这样子，按服务铃就好了，喝了酒我上洗手间还按服务铃的，对啊，刚刚我顺便介绍一
一下这一道好了，好不好？这道，因为刚才已经介绍那个沙金炉的这个小卷啊，这个我这个也是小卷，这个叫做香酥小卷。哦，它也是，它是小卷晒干，然后再下去炸了再炒，炸了再炒。这个是嫩 Q， 这个是香酥。对对对对。哎，我发现今天好多小卷都不一样的小卷。下下来来来，试试看试试看。哎呦，这个应该超下。有一点辣，它其实炒一点辣比较香，很辣哦。这个超下酒，它的辣是那种应该是属回马枪型的。哎，会，你吞下去之后，它回来再打你。哎呦，真的。你吃辣椒没有回马枪，就直接给你一枪。怎么可能？我不相信了，除非我吃到。来来来，你看这红辣椒，这辣椒很辣，很好吃。我只甜一下，哇，好辣哦！没有，跟辣椒不要暧昧，辣椒要直接。辣椒我讲吧，因为我要讲很久。这很辣，你确定？辣就是辣。哦，好辣，好辣。哦，咬下去就整个爆开了。好能吃辣哦！我觉得这样是对的。因为有些辣很暧昧，又说它辣，它又不太辣。嗯，要辣就是直接跟你讲，这个很辣。对，就直接开门见山了。对，然后就喝啤酒，快。太辣，太辣。是是是是，有点辣到。哎，这辣椒好，因为其实我说真的，台菜其实很少会辣。嗯。然后我们这个朋友呢，他奇怪，他做菜啊，你不要跟他讲你要辣。嗯。对。你要辣你就死定了。嗯。他有几道菜真的很辣。哇。他们家还有最正点的，就是他叫什么名字？玉米啊，玉米啊。一名一名一名，他们家厉害的还有那个猪油拌饭，那是解辣用的，嗯，太辣了，你弄点那个，然后拌点那个猪油拌饭，哇，超正点，真的超正点，每次去到两三碗饭，不然我来弄一个解辣的，啊，解辣的，刚刚我们吃了辣的，对不对？我现在有一个串烧，这个有一点带微甜。哎，就带微甜，所以女生喜欢微甜的。哎，对对，正好。但是上面的 wasabi 呢，还是有点小小的呛辣。这是墨鱼香肠，墨鱼香肠也是来自于北的北海岸，每一天现取的墨鱼来做成的浆，做成的香肠，很新鲜，很好吃。这家店哪里？就在华师附近啊，强哥的店。哦，白就鹅。所以来的可以的了。芥末是这个蜂蜜芥末，对，而且他这家墨鱼香肠跟我其他吃的墨鱼香肠完全不一样，因为他这个是就是肉质跟整个跟他的那个墨鱼浆、墨鱼的汁跟他本身的那个肉呢结合的非常好，不像有些人他吃起来很油腻，这个不会，他吃下去不垮，好吃，好吃呢。不知道你在什么里，不是因为弄不下来，你就咬就好了啦。毕哥，你在忙什么？毕哥。你今天很嗨哎，喝嗨了你。为我们服务也是很辛苦。老婆在看电视啊。没有没有，不会。哦，六个胖妹啊。沙金，嗯，沙金鲁，你又喝完一杯了，你威士忌都没有喝。刚刚听一次，没画面的。哎，我刚回来了。对，那来沙金鲁喝。哦，我要沙金鲁。蜂蜜芥末，蜂蜜芥末，这个非常爽口，就是那个墨鱼香肠，香肠，我觉得很好吃，香肠啊，嗯，它上面的是芥末，蜂蜜芥末，蜂蜜芥末，看看，这是真的，我真的觉得蛮好吃的，嗯，你看哇，曲哥整串拿起来吃，嗯，那芥末如虎添翼，哇塞，哦，曲哥吃的方式好像在士林夜市里，嗯，好吃，哎，好香哦，嗯。跟一般香肠的味道不一样，在那附近的店家啊，烧烤店也有出现墨鱼香肠，墨鱼烤香，可是我去吃了几家之后，我发觉还是这家比较好吃，不是因为是朋友的关系，是它本身这个东西真的蛮好吃的。接下来介绍什么？再来是一个秘密武器，秘密武器出现了。这个呢，通常呢，我们在那个素食专卖店都可以买得到的这个哦，素豆包，然后素豆包，对对对，素豆包，豆皮吃火锅才煮的，豆皮豆皮。然后可是，在我们那个厨房里面的话，那个大厨他就会酒醉了，酒醉。他说：“黑人，我教你一道菜，这样。”哇，那时候我就只是负责切菜，嗯，因为那时候在厨房有待过这样子。然后他就等一下仔细听，你记多少算多少，那是你家的事。”嗯，他就一直大声嚷嚷这样，不可以靠近火炉，反正你就在旁边切菜就对。是，他就讲啊，这温度多少啊？干嘛干嘛？这个寿司怎么调啊？好了，就这样，这样看，哇！那一天我跟那个师傅醉的跟什么一样，就是这道菜，就是这道菜。但是你还没有讲好不好吃啊？不是要我们来讲，来来来，我们要试一下，还要沾这个酱，不能老王卖瓜了。嗯，对对对，好来来来。所以沙君，你今天带来都是你自己做的，先放这边。对啊，都是我自己煮的，所以我才会九岁的时候去挖冰箱。哎，试试看这个，这个油炸的，
油炸豆皮。可是它已经有放，可是它已经有放一段时间了。这个素食的朋友可以吃。这个炸出来一定要马上吃。对对对啊，吃热的。对，就是炸出来，然后比较容易有油味。嗯，对，就是炸出来之后三分钟之内给它回炒，然后再吃。哇哦，想想可乐果，就是这个 feel。说实话，这种菜哦，一般家庭随时都可以当下酒菜。对，冰箱点豆皮，对不对？哎，老婆在家就炸一下就可以配了。沙君，你都可以写书了。嗯，它的酱好好吃哦。你写出来的书就萨基奴料理，我跟你讲，哇，厉害哦。它可以耶。杀人料理，杀人料理，尿你，卖皂尿你，这个不错，还不错啦，这不错，蛮特别的。今天带来都是我自己，就是。私房菜，对，私房菜，厉害厉害，自己煮。现在他现在是志远那家店的顾问，哦，技术研发，口味技术研发。不过沙金鱼这种男人好，很会煮，是，沙金鱼是怎么煮的？我是排湾煮加阿美族，台湾，然后我老婆是布农族的，对对对，老婆，她嫁给我到现在连菜刀都没有摸过，真的，好幸福，都是你在掌厨的，对。你是表示你很乖喽，他不用菜刀弄，不是因为不弄，是比较狠啊，在家都拿弓箭，十字弓再多，哇塞，还是用吹箭，有瞄准镜，爸，上次我带我老婆去玩那个士林夜市那弹弓，啊，人家不是这样子吗？没有，我们那边是这样的，狠哦，为什么十字弓？那老板考了个怎么样？哇！不是，我们是十字弓，哇，跟谁都不一样。对啊，哇，厉害厉害厉害！接下来还有什么菜？哎，还有蛮多样的。多哎，来，这个虾子是。哦，虾子是一个我很喜欢去的一个烧烤店。哦，你介绍那就不用了，来，我们跳过。这一个烧烤店，它其实最主要的是做羊肉串的。这边今天羊肉串也有来，但是呢，这种江洋大道的，对对对对对，江洋大道。但是它烧烤的东西呢，就是要烤出来以后马上吃，即时。对，尤其是羊肉串这种东西，你看它的肥肉的那个白油都已经出来了，哎呀，表示它结冻了已经。那你会不会要去啊？对啊，拿回去回温呐。啊，你也要炒的，那炒的。烤一下啊，就烤。你干。干，哎呦。好久了。来，两个两个，哎呀哎呀，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哎呀，没关系啊，早知喝酒变成尿，不如当初就喝尿。那虾子呢？我是去过去过去过。哎呀，你看，第一次见面啊，我就喝尿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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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干杯干杯，来来来，冰块冰块冰块，好的好的好的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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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啤酒先拿一罐来，哎，来来来来来，哎呀哎呀，太好了太好了，哎，去哥去哥去哥，来去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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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今天看国王八王看到你，你知道吗？你好帅，好帅哦，好帅，好帅哦，好帅，真的真的，来来来来，我非常棒，我非常非常专业，非常专业，对对，还好，来来来，反正最后一场嘛，没关系啦，OK，既然这样就通关了，睡睡睡睡，哇，哇塞，来来来来来。进哦，我还没进。哎，曲哥，我今天才知道你姓曲，来来来，好特别的姓，来来来来来，好屌好屌的，来来来。哦，其实那个曲是委屈的曲吗？对对对，一样一样。委屈的曲，来来来来，曲成委屈的，太好太好太好，好帅帅帅帅，好酒量好酒量。哎呦呀，曲成是的曲，那我也对不对？那你的英文名叫瓦里斯哦。来，鹏哥鹏哥，我不进就不是人了。对，我羡慕你有三个女儿，来来。就上厕所。对，好，辛苦辛苦辛苦。OK 的，哎，曲哥，看还要吃什么点啊点啊，没关系，再点了再点了。哎呀，来呀来呀，去吧去吧去吧。
虾子怎么样？虾子我其实不怎么样。不要乱讲，人家虾子很好吃，虾子很好吃。而且它这个虾子呢，冷了我是没吃过了。好，但热热上来的时候，一般的虾子其实有时候哈会比较紧。是，对，但是它这个不会，它就是很鲜甜这样子，尤其是喜欢吸它的虾头这样子，虾头，这个虾头，虾头太厉害了，吸头吸头，来来来，吸头吸头吸头，来来吸头吸头，怪怪的，这个吸头，来来来，肥头，这虾头已经干了，来来来，有一个哦，要肥我肥我，哇，肥我肥我，哇塞，真难的，哇，哎呦哎呦，虾膏虾膏，哇塞，今天晚上回去就是飞机就不敢。曲哥，喝酒就跟那个谁高慧君是一样的，哎呦，酒醉然后开始飙了，你知道吗？其实他有原住民的血统啊，怎么会醉？曲哥怎么不醉？慧君，你知道高慧君吗？高慧君啊，在山东啊，整个就是，我告诉你，他给你，明天我们去把土地抢回来。我都已经办好过户了，你抢回来，把土地抢。我不管，今天阿美族被欺负，明天如果是我们做主呢，你要不要过来帮我？好，我绝对帮你。真的吗？那我先登记你的身份证字号。不要到我玩真的呢，没醉嘛。然后隔天全忘。不是，你不要这样一直到，因为这是我的工作。我觉得你接下来要工作。再灌啤酒，对呀，对，我觉得应该要由浅入深，对，由浅入深，由浅入深，哎 ，whisky whisky， 哎哎，你到底大死你，你不能这样，这样人家以为你喝醉酒品不好，对对对，来换后的，换后的，不行不行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喝啤酒太胀了啦，真的，没有人这样的，曲哥，刚刚我们在，不是这是什么节目？怎么录了？不行啊，不能这样，会不好，不好，不行。去上洗手间，不是，我现在要打个嗝就好了，走起来，走一走，聊个天，聊个天，去吧。好空翻，没事吧？好空翻，走走。吸个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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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太好，太好，太好！哇，快叫醒了！醒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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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醒了！这个能力，你是怎样？现在是什么感觉？肚子好胀，肚子好胀。那个酒到这边，不是啦，你走到厕所马上就 OK 了。像我刚刚一样，真的 OK 的，嗝也打了，对不对？哦，哎，打嗝了，打嗝了 ，OK 了，那先休息一下。厕所有个洗手妹，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，好快的啊！是，我们怎么能休息一下？我们在录影，什么叫做休息一下？我们现在录影，我还拿手卡，好不好？我觉得你们已经完全飘走了。来来来，去个去个，来来去个去个。啊，冷静点，言归正传了。继续介绍小弟，对，还有哪一道名字？我来介绍一下这个，介绍，这个是这个，因为我老婆是这个新屋人，那因为我常常回家，然后对陪岳父呢会小酌一两杯高粱，是，那这个岳父呢这个下酒菜就是推荐这个鸭子，烟熏的鸭子，对啊，我今天特别去跟他买，然后也问他怎么样去料理这道这个烟熏鸭子，他说。回那个鸭翅回来之后，他们要先腌，然后腌酱油、盐巴，然后还有一些独门的秘方，腌完之后再煮，煮完之后呢，就用这个干。哎，干不是不是，重点是你的鸭还会自己回来，它是属不是买回来了。那个鸭翅回来之后，鸭翅回来之后，他们要先腌。哦，买回来了，回来之后，我想说他是鸽子啊，然后他又回来啊，买回来，买回来，他是鸽子，鸽子，买回来再加什么？再加什么？那个干那个蔗糖的，蔗糖。麦芽或者蔗糖，他们用蔗糖，然后下去烟熏，对，然后就很好吃。你讨厌，对啊，你干嘛是烤肉王呢？我姐姐想抽的，试一下，最初的恋人哦，想抽，好香，来来来来，好香，哎，这个好香，这好，这个一个人大概就可以刻了十只，哎，这个，就是像停不下来这样子，真的完全停不下来。他那个烟熏的木头应该是用 hinoki 哦 ，hinoki， 哎，不能乱讲嘛，这个花梨木烟熏的，这个真的是很正点，应该是用必用木炭。哎，好香啊，很香，而且就是有的一般那种
就是我觉得吃起来就没那么香，它吃起来就是刚刚好，然后也不会太咸。它的那个甜是来自甘蔗。哦。很吃，它一定有放一点冰糖，因为有些真的会太咸。它有放一点冰糖，有放冰糖才会这样。对对对，没错。哎呦，你懂哎呦，哎呦，料理达人，他给你哇，国家给的执照啊，我不想拿。哎呦，我怎么知道那么好考？哎，为什么你知道吗？我进考场拿翻刀啊，我拿厨师工也是烦，连碗都不用洗了。香香喝完了，哎呀，真的好喝，真的好吃，这个好好吃哦，香。而且喝完真的一定要喝一点啤酒，曲哥，曲哥，等一下，对不起，等我倒完嘛，你那么太快了嘛，来来来，曲哥可以了，来，曲哥可以了，我不行，我不行，哎，这个好好吃哦。这个是谁？维如，维如，维如推荐的，也是一样，就是同一家店的，利又厚，利又厚的，对。它是鸡肝，它是鸡肝，对。然后它的鸡肝真的是哇，外面烤得很香脆，然后里面是滑嫩的感觉，对。然后一定要加一点点 wasabi。但是你有吃过冷的吗？因为现在已经冷了。对，其实有点冷。我们要不要送回去加温一下？因为鸡肝其实不好料理。对啊，我先试看看。我们很少到人家店里说我要吃冷的。但是就是你常常说的那一句，如果冷的都好吃，那就是真好吃。那食材新鲜，还是好吃。pasta 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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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意大利面如果说冷的都好吃，那个哦，那家店就厉害了。哎，有趣有趣。它鸡肝还是非常香，而且它的照烧的酱啊，是自己特调的酱。对，它这鸡肝怎么这么鲜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很大块，对不对？好好，可以弄小块的，是不是？而且冷掉还是很好吃。光是这样的鸡肝看起来，这只鸡应该是传说中的高公龟啊。高公龟是什么？酒精鸡啊，酒精鸡啊，不是九尾鸡啊。哦，酒造的酒精鸡，酒精鸡。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有脂肪肝的感觉。没有，比较短的脂肪肝。你们好话，徐哥一讲这个话就要再精他一点，对。哎呀，太了了！哎呀，内行人，内行人，进一轮，进一轮就过分了，真的。为什么进一轮？对对对，进一轮。哎呀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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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问题啦，没问题啦，徐哥 OK 啦，徐哥，待会新娘又来了。新郎新娘的奥博，对，都是卖茶，卖茶卖茶，今天喝的真的是卖茶，卖茶，卖茶加绿茶而已啦，还好。对，你看我脸色也没变嘛，真的。我们为什么要让这个猫起来打通关？因为影帝嘛，是，像喝的像真的很像哎，卖茶。光是这个地，军哥，军哥，军哥，你演一下，这个是。那个威士忌啤酒加威士忌的感觉，对，你把这一卖茶演到那个干掉，干掉，干掉，跟观众讲两句话，一口干掉，一口干掉，卖茶的，演讲，对，讲两句话，讲，卖茶，大家不要太这个认真，但演出来像什么呢？演出来像什么？演出来像啤酒加威士忌，演技要看演技，好不好？影帝，我这点演技不是随随便便。哎呀，掌声鼓励，干了！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干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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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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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演的好好，摇滚是不死的灵魂，对对对。我刚刚那个哪一个？哪一个？怎么了？往棚外一看，我的助理已经脸已经变了。对，他觉得你演的太差了。对，平常不是这个水准，太严肃。其实这么多的下酒菜这么好吃，对，酒也好喝。请问有没有个人偏方，就是自己的解酒的？有，解酒，讲解酒，必要，来，小马先讲，小马，我在喝酒之前，我知道我今天晚上有一场硬仗了，一定在喝酒之前先喝两罐的优酪乳，优酪乳空腹就喝优酪乳之后呢，上去因为你来不及吃任何菜的时候，已经开始喝了，喝到一半的时候，你发觉自己有一点点觉得有一点点懵的时候，赶快叫那个服务生想办法弄柠檬汁。
加在水里面，弄整杯柠檬水，不要放糖。你喝两杯下去之后，绝对可以再撑个三小时。谢谢。哇！而且屡试不爽哦，你喝了差不多又到的时候，又赶快喝柠檬水。哎，哇塞，又解决掉一些。你这个优酪乳是什么牌的？金球牌。是金球的吗？还是林凤营？没有，我在内地到哪里都是喝优酪乳，先垫底。对，只要是酸奶就只要是酸奶先垫底，然后呢，不知道为什么喝到一半的时候喝柠檬汁，我会马上醒过来。然后我因为这样，因为常常去内地，有时候不小心要应酬，跟那些领导们，大家都喝白酒啊，对，很凶狠。那我们没办法啊，我们只好就用这种偷偷的那个解酒招数。对，就后来常常是他们讲说不要喝了，不要喝了，哎，没事没事，回去了。那个解酒你有什么偏方？像我的话，我是喝那个野生的纯天然的蜂蜜水。蜂蜜水好健康、哦、对，蜂蜜水是非常好的、嗯、然后而且这个蜂蜜呢，它只能加冰水，它不能加温水、嗯、温水对、嗯、会有，因为加温水的话，它会将它的酵素全部杀死。对对对，啊，你那个体内的那个循环呢，这个没办法做到。对，嗯，这个一开始是我太太会做给我喝的、嗯、然后我有时候去外面应酬回去喝点酒，她就会弄很大一杯蜂蜜水，一定要500cc 以上哦，很大一杯，马上会解酒下去。哇，隔天通体舒畅，第二天真的不会对，没事。对，如果说可以的话，你再加一点那个什么那个蜜粉，花蜜粉。哦哟，再加一点，差不多37.6分钟。OK， 解酒。哦。开车还是不要开车？没错，绝对不要开车。开车不喝酒，喝酒不开车。你有什么？我是那种隔一天宿醉的话，如果不舒服的话，我会喝那个血精。嗯，喝血精，然后就喝大量的比如说温开水或者是热汤，让它新陈代谢加速，你那身上体内的那个汗排掉。你那是当点嘞？血精不是这样用。嗯，你那个太咸了。你要永远记得，血精就是你喝完酒回去的时候。洗完澡睡觉之前喝，没错，对，一定要这样。是啊，醒精是晚上，第二天起来就 OK。你如果你第二天再喝，你要花半个小时，没有什么半小时，起码半天的时间去。12个小时哦，没有啦，你没办法分解它，六个小时啦，因为你喝下去以后，你去睡，睡了以后就很舒服。嗯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隔天起来不会，就是但是造成你身体的负担，对，这种还是不好啦，就是说还是用那个蜂蜜水。最天然，最最最有效的就是说自己在家真的很有效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喝醉了，真的，喝酒前有没有一瓶这样，差不多这样，你先喝完，哇塞，你那天是冠军，嗯，真的吗？枪品。那如果说每一个人都喝了蜂蜜水来的时候，那谁是冠军？就看谁的比较蠢了。喝蜂蜜水，没有，那还喝那么久？来，蜂蜜水，大家来干蜂蜜水。没有，蜂蜜水没有。你喝是哪一家的？没有，不好意思，我是虎头蜂的。赢了！我是张三丰的。赢了！我是在喝酒之前会喝血精，还要喝？对，然后之后如果比如说要去吃宵夜什么话，我会叫一碗拉汤。辣汤，对，辣汤喝很醒，对，解酒的感觉，对，嗯。讲到汤，最解酒汤什么？什么？韩国的豆腐辣汤。为什么呢？不知道原因嘛？不知道，就喝下去你就热嘛？是辣的关系吗？你记得以前我妈有在舞的时候有吗？啊，不是在舞，还有跳。哇塞，你先喝酒，然后你就要在舞池上舞到那种汗淋漓，你看哦，头发就甩嘛，逆光的，对，嘛，那哪里会醉？其实你看那个我们原住民那个丰年祭嘛，哎对对，我试过，为什么可以8天8夜？对啊，我都快升天了那次。然后重点是那些选手有没有？他跟你喝一喝，哎不好意思，我要去跳舞，排汗。真的，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，那个喝酒不要过量，喝酒不要轻视情。最后就要千万要记得，酒后不准开车。对，是不准喝酒。没错，好，来我们进歌。